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各位受访陈弟兄，大家高赞，佛法之妙是无价之宝啊！佛法之妙啊，啊，比咱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金银琉璃玛瑙珠宝嘞，搁较好。因为有形相甲无形相嘞，无形相是咱心灵的世界。有形象呢，是咱所看的世界呢。啊，有形象的世界是无常。啊，前一阵啊，咱桃子台风，南投鹿角遐尼严重，其中有一对翁仔某，啊，看了风台遐大，伊就翁仔某车开咧就出来啊。啊，结果呢，风。雨遐大咧，将伊个厝啊事业做趁钱诶生理诶所在啦，甲漏了了去。啊，包括厝边头尾有个人去漏去，但是咧，啊，这翁仔某咧靠干咧，靠讲伊个珠宝啊，靠讲伊个古董，拢去互水漏去啊。这种的想法，不是真有智慧的想法。命比啥较重要，人命叫老去啊，咱结果自保身外物。老爸老母生咱的时，并无甲咱排一排乱，这是后天来你打拼所得的一挂身外物。人是活的，钱财自保。是死的，俺这古董是死的，人的性命会当予咱充满着欢喜。这珠宝放伫遐咧，你甲放十年嘛伫遐，对你无啥物真大的帮助啊。所以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咧，感慨人的不足，感慨人的无知。好，感觉真同情着人，这个对佛法无去亲近，所得出这个烦恼之果啊！各位是方正知识，佛法之妙，不是拄只所讲之主啊！你啊，咱只是得到正法者，咱万三千大千世界琉璃珠宝，都要无咱一句真理这呢宝贵。所以金刚经内底所开始啊，若是有人啊，以这个四句偈啊，金刚经内这四句去领悟，也是以四句的字啊来讲人说法的事啊。你所得的功德啊，所得的果啊，胜过三千大千世界金银琉璃玛瑙珠宝，这呢是一宝啊。可惜咱人就是无了解。只要真济信徒啦，啊！伊开悟以后，悟着以后咧，伊将伊珠宝提起和佛寺拍卖、拍卖，啊，作为正式做功德的。然后咧，自起一间道场起来咧，啊，会当做功德，会当度众生，帮助搁较济人，搁较济人，吼、啊，离苦得乐，帮助搁较济人，搁较济人会当了解佛法、道法的真理。这功德非常非常的大，所以我奉劝各位，恁闲者，若有时间咧，都去拜佛，都去听经闻法，啊，若有者，都去支持道场，
好、哦、啊，因为你支持多条的功德非常非常的大，因为恁的支持功德啊，好、哦，那么这真侪人，这有好一年去啊拜佛，拜佛祖，拜佛祖，将烦恼淡佛祖，心清，啊、哦，清凉，鼻土都开，落山去个拍拼事业，个真着社会一条河啊。那安尼讲，恁嘛是。正信啊，正信的信徒弟子呢？啊，曾经咱有一个信徒先生，伊来讲老师啊，啊，我安尼吼，我在这里招庙，我是招庙的师傅啊啦，我招到你家，唔知第几间啊？我讲你要哪个招呢？若是你若无以正信佛法啦。你敢若走到走遍天涯，你嘛无得到多。那么这信徒老师啊，是，你哪知影我无得到多？是啊，你苦苦撞，哪有得到多？你若要得到啥？你第一天入去太祖爷庙的时啊，你看到那个太祖爷挂真济，这个金银啊，这金牌的时啊，你就爱开始觉得啊，我爱正信啊。我爱派一个精神伫身躯边啊，伫我心肝骨啊啦，所以咱咧金牌拢像心啊。咱迄个善心、迄个精神的心、善良的心、慈悲的心、爱心啊，迄则是真真正正一道啊。贵人知影讲，哦，我甲神搭下，吼、哦，拍一个金牌的内涵呢。事实，迄就是咱一个善良的心，是精神之心嘛。各位是奉神之心啊，咱的佛经所来开始啊，哈、啊，咱过来从佛藏的哈，四边皆多，哈、啊，皆多啦，啊，金银琉璃玻璃合成，啊，即是修精神，修精进。受戒律、受忏悔之人的净土世界啊！咱一个人也要修正信，这是净土的世界。正信的满地金沙，拢是金沙布地，哈、哦，铺伫涂骹，那是正信。好、啊，过来呢，正信，咱人爱一正信，咱莫安尼现信。咱袂使咧满足于现实，咱满足于现实啦，咱白行诶。咱来世间照着目睭、耳孔，吼，咱看正法，啊，看万千万物诶调和，听大自然诶风伫吹，大自然诶神鸟啊、叮叮伫叫，啊，甲众生大众小赞叹、小鼓励诶声音嘛，咱这就观甲音。所以咱每人嘛是观音的化身啊。所以咱每人嘛是观音的化身啊。不是讲哦，观世音菩萨伊叫观音，观世音菩萨都是提起众生，大家反正有耳孔好听，目睭好看，做善事的人拢是观音菩萨。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！贵人知影这个真理呢？苦苦种，苦苦种啊！你要倒去求道呢？真道伫目睭，真道伫耳孔，你清清楚楚。所以我拢奉劝各位修观音法门，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咱修精进以后呢，啊，修戒律，戒律，好、啊，戒律，就是咱。减少着烦恼之本的妙法，咱人无本钱好烦恼，咱无本钱好去犯错，无本钱去犯戒，因为咱一时的糊涂，一世人的痛苦，一世人的痛苦，未来生生生世世六道轮回啊！各位若知者，咱应该爱警觉着自己。啊，所以过来咧，修忏悔，忏悔的玻璃，玻璃就是忏悔。啊，琉璃咧就是戒律。啊，银就是精进，
金就是正信，过来是忏悔之言。咱人唔通讲过，好，咱人来世间呐，咱原来都是真大的愿力来世间，要尽着调和的义务甲责任。本来道理亲人道去咱的厝的人亲戚朋友，过去生的都幸福哦。可惜咱无精进，无精进的是啊，咱爱忏悔啊嘛。忏悔讲啊，我若无精进去修啊，无精进念佛啊，各位是方神一心啊。那么这段呢啊，四边皆都金银琉璃玻璃合成啊。就是讲，遮个西方叫做世界四角头啦，也是大街小巷，拢是善人呐、啊，拢是善人呢。唔是像咱遮咧，哦，行啊来咧，你要行行啊来咧，你得爱注意啊，聊聊啊，可能会把你抢劫、把你恐吓去啊。哦，所以西方叫做世界，那么遮尼好，咱哪袂去啊？世间大了，咱就应该是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嘛。所以，咱的弘一大师啊，伫大陆泉州开元寺，对人地满街是圣人，满街是圣人，这是千真万确。这就是弘一大师啊，啊，伊应一定去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水相。看到西方叫做世界满地拢是善人，无像咱娑婆世界，哦啊呢，要害要拍要抢要夺要骗要劫，互相相欺负，互相相抹黑，这是咱五罗恶世的世间呐。希望咱选举到啊，大家一同互相相尊重。咱若看了，袂当互相上尊尊重的，即个要比选举的人诶，咱卖转互伊，等一边啊，阿摆就袂作孽，阿摆就袂危害社会，互社会本来金银琉璃马路珠宝，吓，结果咧，互咱满的，满的结果，互咱满的是土沙粉啊。尘埃飞扬啊，尘埃飞扬，好不甲咱目睭闭袂紧，看袂清楚到底啥是对。结果咱规个对个大阵，好看呢，打入到乌暗的地下去啊，社会乱象。所以社会乱象一旦出来者，人无偌牛啊啦，各位是方神之心，大家一定爱多听。啊，咱一挂高僧，哈、啊，这大法师啊，因会恭敬，啊，恁一定会当离苦得乐。尤其咧，咱真个化界卫生啊，好嘛，拢报上这个佛教大师所开示的经言。啊，我咱这唔听，去看一挂小拍，哦，互相摸黑了啥来哦，迄个结果，咱的心灵，咱都满地拢是西药啊。未安宁，所以咱来听法师大师在甲咱讲经说法的时啊，我相信呢，咱满地拢是圣人，看的人拢是圣人，咱满心呢拢是欢喜的心啊。各位是方神之心，好佛法之妙，咱慢慢啊来甲领悟。啊，领悟呢，经常大家所讲，上有老骨，上有老骨。老骨第一就是建筑物，拢是七宝哈所成。第二修行的圣人也辛苦啊。第三呢啊，只显示一切法，显示一切法。就甲咱开始讲，西方叫做世界面顶的厝，拢是金银琉璃，这七宝所成。好、哦，所有的人呢，你看到七宝时，咱就知好境界。看了哦，遐咧马路一片咧，咱就爱修定慧。哈、哦，你若看了一片这里好多，啊，咱若看了一片的下珠咧，好、哦，咱若看了一片的下珠的时啊，咱来修下它。咱若看哦一片转了车机啊，好、哦，咱就爱修耳根啦。啊，咱若看了玻璃，咱修忏悔啊。
看了琉璃啊，咱爱修盖伦；看了银啊，爱修正钱；看了金啊嘞，爱修正钱。现在咱台湾沙婆世间啊，咱所看的上简单，看了玻璃，看了玻璃，咱修惭愧、惭愧，时时惭愧，时时反省家己啊。我接受着祖先救恩七祖的托付，来到世间投胎出世。我应该将好的妙法，吼、哦，传入我心中、心灵之中，回向给我祖先。结果我无安尼做，我时时爱忏悔，咱唔通空过。啊，所以佛法之妙，咱就是生活幸福边啊，目睭被金看了玻璃。咱爱修一个忏悔，做一个反省，爱做一个忏悔，这拢是咱的上好上好的老师啊呢。要啥个比这较好的老师呢？啊，所以世间之事啊，咱啊了解真理者，你处处拢是善；你啊了解真理者，处处拢是道，拢是法。咱免走啊去天边海角，咱伫咱厝前厝后，咱困的房间，咱脚踏的所在，咱拢会当得到真谛妙法的启示。所以咱要存一个感恩的心，感恩大自然的启示啊！时间的关系，到这就到了。